我从这地铁一出来啊，本来是合计还给走一段路，好像直接就到了啊。身后这就是什么欧洲的议会中心，我感觉还是不错。这楼还是非常高啊，非常高。然后只有欧盟的国旗，没有那个国家具体的国家的国旗。然后我在这边先转一转，看看哪里适合照一张相啊。好像这个楼实在是太大了，我这个很难把这个全景都给它拍下来。